1月3日，朴信惠、崔泰俊两人的婚礼请柬曝光。据请柬显示，两人将于1月22日在首尔江东区的一家教会举行婚礼，并表示女方已经怀孕。朴信惠在2017年与崔泰俊交往后，隔年火速认爱。虽然中间经历了男方入伍服役，但仍不影响小两口之间的恋情。1月1日，朴信惠晒出家中宠物狗狗的可爱照片，感性告白：“谢谢你坚强地在我身边。”照片中，她看起来脸色红润。这么多年，朴信惠出演的角色大多数都是粉丝们心里的白月光。在美女如云的韩国娱乐圈，朴信惠的长相很有辨识度，长得很有特点。如今的她出道也有18年的时间了，妥妥的老戏骨了。如今女神已经怀孕。